就是要跟你睡。确实，你要打开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也会看到一个女的，然后刚好也跟你一起张开眼睛，就这么近。然后，可是因为我已经就是很习惯这种事情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把你姐姐又吃回我的身体，所以我就没有害怕。